戒不了邪淫的男人，一辈子没有除夕，而且身体会一直很虚。他的气会很弱，因为他一直是处于漏的状态。首先就是漏精，没有了精，你就化不了气，人就没有阳气，而且他的神是经常跑出去的，根本没办法安住。再当下，你精气神都在漏，身体怎么可能好得起来？而且运气会越来越差。想要从这个恶性循环里面走出来，让自己越来越旺，你首先要明白什么能够克制邪淫。 什么能够让你的阳气越来越旺？真正的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，但是非常的真实，那就是孝敬父母，帮助他人，这才是天地之间最好的阳气。